埃及要从德国蒂森赫鲁伯造船厂采购两艘 MEKOA200 型护卫舰。虽然埃及是中东地区的强国，也有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可以自行生产诸如 M1A1 主战坦克之类的先进装备，但是在建造中型战舰这样极度考验一个国家综合工业能力的专案上，埃及就显得力所不能及了。所以从外国采购是埃及唯一的能够选择的方式。于是在埃及海军的阵容中，可以看到来自美国的二手佩里和诺克斯级护卫舰，也有来中国的老江湖，还有来自韩国的轻型护卫舰浦项级。不过埃及海军的舰艇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是更多的舰艇还是法国制造。作为一个每年军费预算不到60亿美元的国家来说，埃及拥有两艘满载排水量达到2000吨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一艘满载排水量近6000吨的阿基坦级护卫舰，以及四艘2500吨级的追风级轻型护卫舰。可以说法国制造不仅加速了埃及海军的现代化程序，更让埃及海军成为不容忽视的海上力量。不过当埃及海军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时，却改弦易辙，不再从法国采购战舰，转而从德国采购 MEKOA200 型护卫舰。要知道 MEKOA200 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不过3500吨左右，比之6000吨的阿基坦要小了将近一半。同时埃及从法国采购阿基坦时价格为 9.5 亿美元，而两艘 MEOKA200 的价格则高达20亿欧元。可以说价格又要高出去不少。如果按照这样的对比看来，埃及绝对是人多钱傻。但是如果了解一下埃及购买阿基坦护卫舰的历史，似乎就会有另一种认识。这艘成为埃及海军主力的阿基坦护卫舰原本是法国人为自己建造的诺曼底号。不过到了2016年，诺曼底突然就变成了埃及万岁。而在诺曼底转换门庭之前，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向埃及提供了33亿欧元的贷款。利用这笔贷款，埃及不仅买来了诺曼底，还买来了新型阵风战机。不过埃及万岁是一艘被阉割了的护卫舰，原本应拥有的32单元希尔瓦垂直发射系统在交付埃及海军时只剩下了16单元。所以埃及万岁空有6000吨排水量，但是防空能力却只剩下了 50%。 由此看来，埃及花费的 9.5 亿美元是大大的不值。所以埃及向德国采购 MEKOA200 型护卫舰，别看花费了10亿欧元，但是战斗力不打折。根据目前采购 MEKOA200 型护卫舰的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的武器配置来看， MEKOA200 型护卫舰与阿基坦不相伯仲，只不过该舰装备的是32单元民族之矛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这些导弹虽然不是所谓大国出品，而是南非研制，但是该型导弹的最大射高达到10公里，最大射程达到12公里，仅仅是逊于法国的紫玉负15。而且这样的打击距离对于这些中等国家来说已经足够。当然 MEKOA200 型护卫舰的最大优势就是模组化，可以说随意搭配武器。而德国人也不像法国人那样斤斤计较于让使用者只装备法国的武器。当然作为外人，我们还可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埃及采购 MEKOA200 之前与其关系并非融洽。同样处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也采购了两艘 MEKOA200 型护卫舰。所以埃及一旦获得 MEKOA200 型护卫舰，即便是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依然可以获得参考。如果未来埃及与阿尔利吉亚真的刀兵相见，那么埃及将会处于优势地位。或许
埃及人买了两艘德国护卫舰，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只不过是各种机缘巧合以及战术需求而进行的采购。所以此次采购案只不过是为了加强埃及海军的实力罢了。